但係好啦，譬如話有啲人問我，我支唔支持佔領中環咧嗰個活動咧？個招牌我係唔支持嘅，佢嘅爭取咧我哋支持嘅，因為佢大咗唔察識中文，咁就搞到滿城風雨。咁你因為你根據理想維基百科相傳有一個佔領咧，就係、是、軍事嘅法定嘅名詞嚟嘅。咁你漫步中環都得噶嘛？啊！但係市民支持應該支持嘅，因為香港市民應該堅持，堅持你中央政府做一個有誠信嘅政府嘅。呢、這個都係我哋中國人嘅光彩嚟，唔係香港人嘅光彩，屬於中國人嘅光彩嚟。好啊，但我哋又唔贊成話咩馮偉良特首去邊度搞活動搞成，你都整巴又嘈冤巴閉，呢、這個又係好丟香港人架嘅。因為你去嘈完咧，你冇效果，你冇效果嘅，冇效果。好啊，如果你唔去咧，咁大家都睇到佢梁先生，因為佢要驚自己嗰個能力同埋佢啲班底，佢揾翻嚟嘅班底能力咧出咗事，佢唯有咧要多啲落區，就揾多啲人咧去俾錢人哋嚟輪位。助長自己勤力工作，同埋助長咧有班人咧支持梁特首施政嘅，整一套嘅畫面咧嚟俾中央政府睇嘅，即係做場戲俾中央政府睇。但呢個係好可憐咯，你真係當中央政府傻咁啊？香港中央政府咁多人、咁多情治工作單位喺香港，係咪啊？咁多間店。即係屬於我覺得佢唔知邊個殘重俾啲咁嘅屎計佢咯，係咪啊？即係冇唔衰咧都變咗衰㗎，梁特首就好可憐。嗱，佢又唔係真係一個壞人，係能力曳啫。我哋睇就能力當然唔夠啦，因為你唔係做官㗎嘛，你嘅角度睇嘢曳㗎嘛，同埋你冇官人之味㗎嘛，你連揾班人幫你做嘢，你都唔識揾嘅人，咁你嘅能力咪睇到咯。當然佢做股價。或者睇地盤啊、睇城啊，佢咁多經驗咧，呢方面佢一定有嘅。但你搞政治咧，你真係九流噶嘛，梁特首。即係喺我哋嘅標準嚟睇。嗱，咁啊呢個。